OK， 非常之好的天气，开始我哋正式开始我哋嘅工作坊啦。The Ring， Cody， 熟口熟面啦。唯一揾个位置，我谂紧一系呢度，一系呢度，或者前面嗰啲屋，睇下边一个位置我哋开始第一个 shot 先。啲屋顶好搞笑，呢度都得，呢度都得，就由呢个位置我哋开始。OK， 大家自然光按了，跟翻头先嗰个曝光是不是黑了嘅？应该黑了几多少？我头先 F 十三二，即系个人块面是黑的啦，7.2。我试下8。每一次我自己咧唔会话就咁一打打干咗个人就算了，我都要试多角度噶，个支灯角度，我意思是 OK， 再嚟。哦，呢个好很多，好很多。OK， good， 多一张得啦我。OK， 好，大家參考的就先望呢一個，要短時間內睇景揾位，跟住仲要諗呢個光可以 hold 幾耐，佢可以 hold 幾耐。咁因為而家個光咧由後面咁樣打過嚟嘅話咧，個陰影係喺呢邊噶嘛。OK， 咁啊接近翻呢個太陽角度落嚟啦。撥一撥你右邊頭髮，係啦係啦係啦，夠啦。哇，呢個橙色人都搞笑。應該最少有三四張相咯喎，而家。嗱，相係咁樣儲翻嚟嘅，每一個位置可能即係搞一大輪，可能攞兩三張嘅咋。啱啱影完第一個位啦，咁啊，同大家 warm up 下。哎，我支麥咧冇落個毛毛，唔知道聽唔聽到我講嘢咁鬼大幅。呢度係 埃本哈道古城，因為好多朋友咧，我有見過係學完閃光燈。知道啲燈點樣打喺 studio， 行到出去咧就係唔係都打，因為其實唔係真係個個位置都可以俾你咁樣打嘅。而家呢一嚿嘢係前景，呢個係中距嘅景係嘛，跟住遠景，樣樣嘢都齊曬嘅。但如果你行去出邊咧，就乜都冇噶啦，個人只能夠碌木咁企喺度嘅啫。OK， 咁所以我哋盡量去嘗試下揾多啲元素喺你張相裏面咯。因為講到最後都係真係要睇翻佢眼耳口鼻動作頭髮所有嘢。即係個景一流都冇用嘅，光調轉咗，個仰望嘅方向唔同咗，兩張相已經會好唔同噶啦。個光再過啲 ，OK， 盡可能咧個光唔好填滿曬成個人啦。Shot light 嘅角度由後至前，係啦，感覺係有少少由後照過嚟嘅。呢边古城的另一个方向，我哋而家咧企喺呢个阴影位啊 ，open shape 啊，咁啊后边咧就是一个古城，不过古城咧就俾个太阳完全照住嘅，咁即系话咧前面个人咧就由我用闪光灯去决定到底方向角度啦，咁啊人有冇咁辛苦啦。咁啊，背景咧不嬲都管理唔到咁多噶啦，咁所以个背景咧交俾个太阳，咁而家就啱啱好嘅一个合作啦。系啦，人要捕捉嗰下系最紧要嘅，同埋咧喺呢个咁嘅环境打灯咧，就唔需要开得好大个 power， 夹硬去压光。系啊，通常夹硬嚟咧，佢又辛苦，个结果又未必好。我呢个身拧多少少，系啦，跟住 ，OK good， 准备。再嚟 ，OK， 準備 ，OK， 好 ，good，OK，、okay， 大概係咁啦嚇，大家參考啊，冇辦法，我真係一定要用到400先可以壓到光嘅，你哋個 ISO 咧，你哋 ISO 有咁低得咁低，我哋而家喺個古城嘅條河流嘅對面。第一次拍雙人嘅兩個人嘅 shot， 咁啊單燈就搞唔掂啦，因為而家其實太陽咧太勁，咁啊嘗試用些少壓光，壓得幾多得幾多啦嚇。
實在個景太大，盡量嘗試下揾下一啲前景啦。因為我哋影人像咧，成日個人凍咗喺後面咩都冇咧，其實唔係唔影得，但係係好無聊嘅。即係你唔影得幾多個特別嘅 shot 嘅，咁所以我盡可能咧就揾下一啲前景。好啊，有得睇。O K， 睇下有冇先。可以啊，可以。燈又執走了。燈要執走去，只要佢喺啲。不會插落個人度啊，咁樣幾好咁樣。不過呢只腳就要 crop 咗佢啦。其實腳係最唔靚嘅，你慢慢睇真啲。佢哋影到佢哋膝頭哥就得噶啦。大家要留意一個 tips 啊，膝頭對落咧唔係特別靚嘅啫，膝頭對落腳唔係特別靚嘅啫。情願要頂都唔好無端端咧，就淨係要個腳，跟住上高個天又會冇咗。其實呢啲古怪構圖嚟噶。水漲嗰陣啊，踩住都濕腳啊！哦 ，no camels this time。咁多人咧一齊影相，其實都幾開心嘅。一齊體驗翻咧，我以前嚟過呢一度嗰啲作品咧點樣影，去翻同一個位啊，或者又發現咗一啲新嘅角度。新的影法，这个古城拍过很多电影了。我们明天就会进入撒哈拉沙漠，今天就先在这边拍下照。OK， 继续走吧。 OK， 来试一个。OK， 大家都是望，跟住我的位置在这里，应该没什么第二个位置了，大家都在这个位置拍。OK， 试一试，大家要望的就在这里拍。是啊，你们试 F13 啊。阳光充沛啊。加上这些衫，加上这些地毡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啲全部人手做嘅，呢啲系木慢慢揼出嚟，而家佢喺度揼紧，同我仔喺呢边影紧相。This color is green tea. You know, it's indigo. Indigo. Yeah. 好危险啊！喺啲灯嗰度。碌住落去，好味的花生。OK， let's go。Let's go! Yeah, lah. Oh, yeah, lah.